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，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教授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道理怎么说，人要学着独立，没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刺激越好，当我和你一起，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一换手又都什么不同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爱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